紧邻头城乌石港的美丽高空烟火秀，9月27号、28号两天晚间，将在宜兰头城大武路段登场。今年高空烟火秀的规模跟数量，都比前次烟火秀盛大许多。咱今年啊，烟火啊，一天拢共要拍1680秒啊，代表168啊，让大家都能一路发。咱今年无人机的部分啊。变化的很好，有几个代表地方一个特色的一个图腾哦，都会展现出来哈。有咱鼓山岛啊，有咱妈祖啊，店家有这个邻近朋友所爱的爱心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镇长还把最热门的吉祥夜市摊商邀请到烟火释放现场设摊，让民众视觉跟味觉都能够得到满足。爱喝到吉祥夜市诶。爱好到咱的烟火节的好朋友，拢会记得到头城大武路相约一起来见面。想看烟火秀的民众，近期可以透过镇公所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索取门票入场。现场还有不少精美纪念品可以供兑换。另外，有摄影长才的观众也可以用镜头记录美丽烟火，获得优选的100件作品，都有机会得到1000元奖金以及奖状的鼓励。金新闻综合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